谢谢我们的主秘呢，精辟的一个祝福。在龙潭幼儿园的宝贝都是非常优秀的，以每位毕业生都有不同的才能，平日在幼儿园的各项优良表现，颁给适合的奖项，请家长给予获奖的宝贝最热烈的掌声，肯定他们优异的表现哦。首先要颁发河马班28位受奖的小朋友，请念到名字的孩子大声的答右哦。欧阳靖、李佩宇、蔡一杰、张俊伟、陈诗琪、陈诗云、翁真瑜、简云玉、吴优、钟宇恩。徐玉树市议员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。恭请徐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徐主秘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。
我们再次给我们最认真学习的宝贝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好，紧接着颁发的是高子欣，要大声哦。谢阳俊、吕之瑜、江爱珍、蔡承洛、曾毅竹、戴伯中、高慧杰、张宇航。这个奖项我们请我们圣德里长、钟里长给我们颁发这个奖项。我看错了时间了啊，有些是应该十点的样子，但是我一早哈、就带着高兴的心情来祝福我们今天啊毕业班的同学们了哈。我刚刚九点多的时候，我到我们整个这我们的馆内啊，跟家长问候一下，很多是阿公阿嬷哈，来高兴看着孙子啊今天毕业啊。事实上我们幼儿园了哈，在我们叶园长的带领之下哈，可以说这个教学啊非常的活泼，也非常的快乐，小朋友都在那边能够快乐学习成长哈。那我们市政府呢鼓励我们现在少子化的社会啊，我们市政府鼓励我们的家长们了哈，除了生一胎有补助3万块啊，一岁到三岁每个月有3000块以外呢，那我们目前也提案希望说啊，针对三岁到四岁这个中班的部分了哈，我们也希望说在下半年度哈能够纳入哈，一学期也能够补贴15000块，因为我们现在大班有补贴15000块哈，一年有补助3万块给我们的小朋友来念幼儿园的大班。那我们现在就是针对中班的部分，我们也希望能够补助哈。那市长也有答应，我想说呢，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家长们了哈，我们的生育小朋友呢，我们市政府呢能给我们家长多一些支持。我想说我担任议员的工作哈，我知道很多我们的小朋友都希望念公立的幼儿园哈，那很多常常抽签都没有抽到。那我想说呢，我们未来哈，我们会请我们的公立幼儿园啊，除了场所以外呢，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增加一些师资啊哈，我们要求我们的教育局多给我们点师资啊，让我们想念公立幼儿园的小朋友呢都能够进来我们公立幼儿园。在这边祝福我们第22届的毕业的小朋友哈，能够快乐学习成长，将来你毕业不管到我们龙潭哪个国小去哈，都能够快乐学习成长。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龙潭幼儿园的老师们很辛苦的教导，但是也更感谢我们家长对我们幼儿园的支持了哈。那以后我们幼儿园假如家长下班时间稍微长一点的部分了哈，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多编列一些津贴补贴我们幼儿园的老师，譬如说你要5点或是5点半啊，但慢一点到幼儿园来接小朋友呢，我们都希望教育局能够来支持啊，让我们家长哈、下班以后呢能够来接到我们的小朋友，让我们更我们幼儿园呢更提供一点更方便的措施啊，方便我们家长。在这边再次祝福今天小朋友快乐成长，今天毕业典礼顺利圆满成功，有任何事情需要交代随时找赵良，我们认真正来做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议员的勉励，请议员留步。
紧接着颁奖。现在颁发的是恐龙班，受奖28位小朋友，念到名字请大声喊哟。卢晨凯哟，应玉三哟，陈宇轩哟，吴正伦哟，吴言玉哟，陈宇彤哟，萧凯晨哟，陈轩文哟，张婉柔哟，朱轩颖哟。我们请我们的议员把我们颁发这个奖项。李正，敬礼。李真，敬礼，向右站，起步走。谢谢我们的张议员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，我们请张议员留步。紧接着颁发的是陈宇杰、张宏宇、刘宏宇、吕怡恩、李义坎、邱品珍、江嘉璐、谢汉庭、钟佑尼、梁振阳。再次邀请我们的司议员为我们颁发这个奖项。李真，敬礼。大声喊哟，彭启义哟，钟竹奇哟，谢宜轩哟，李芝提哟，黎志凯哟，朱彦成哟，曾玉轩哟，钟正展哟，黄伯杰哟。这个奖项，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严中杰司议员的秘书林章良先生为我们颁发。
雨珍、纪妮、向右站，起步走。受奖的小朋友，听到名字要大声喊哟哦！林坤宇，要；陈柏翰，要；何晨妍，要；钟佑林，要；李淑纯，要；杨彩荣，要；徐继亨，要；温修璇，要；钟浩安，要；黄子云，要。这个奖项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圣德里里长钟里长为我们颁发这个奖。